各位亲爱的观众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咱要来分享甘为林牧师的故事。甘为林牧师出世伫1841年，伫1921年过身，伫世间日子总共80年。咱也知影，伫这80年的中间，伊有超过一半奉献了台湾，伊伫台湾总共40年。比伊去较长的只有一个人，就巴克利牧师。在台湾60年，伊奉献46年给台湾。在这46年的中间，有济济咱通笑念的事，咱今仔日简单来分享。头一项，甘牧师是一个用脚咧报道、用嘴咧报道的人。迄个时代无车，无奥多麦，嘛无卡拉车，甘牧师差不多拢用脚行出来。所有的教会拢是用脚行出来，譬如讲，伊有一摆也要去见马介牧师，啊就对这个高雄啊，甲周伯下坐船，对东海岸一直去甲淡水去见马介牧师，啊甲马介牧师落南用行的，伫遐了解台湾宣教，甲马介讨论有关宣教的事。除了伊去见马介牧师作为参详台湾宣教以外，我想几个所在，咱特别爱注意中部，特别是彰化教会。啊，伊为着彰化教会所现出的心力，咱伫侪文内拢会看到。啊，真侪人拢爱讲起这样故事，就是讲伊去到彰化，啊，钱已经拿了，啊，嘛拢开始准备要礼拜，啊，迄、那个租伊厝的人煞唔认账，啊，唔认账要安怎呢？伊就甲过去官府，去找迄个时阵彰化县的县长，啊，无拍算。伊去找彰化县的县长的时候，一看才知影讲，因两个足早就熟识。因较早这个县长伫南平的时阵，也有出一挂代志，啊，甘为林牧师捌帮助过伊。所以当这个县长知影这代志的啊内幕的时阵，伊就帮助甘为林牧师伫彰化会当真紧摕到这个礼拜堂的这个地。啊，这个彰化教会后来也伫台湾的中部成为一个真要紧的宣教站。通过彰化教会设立之后，真侪今日彰化中会济济教会是一个真要紧的一个传教站。那对遐搁较落南，今日教义中会伫牛大湾、伫普阿卡教会、啊伫白河教会，拢有甘为林牧师宣教卡者。啊，特别即中间，侪侪人拢知影甘为林牧师去到白河宣教的时候，有几项事啊发生。啊，中间有一项就是甘牧师捌伫白河的白水溪。险险被害死，啊！一挂人反对基督教，啊！甘牧师伫厝内面咧休困的时候，用火甲弹入去伫厝内面。好佳哉，迄摆无甲甘为林牧师烧死，甘为林牧师走，穿困衫走，啊！有基督徒，即有基督徒帮助你，后来到家己厦门底下过节的人，啊！即到今仔日，你到白水溪，也有通看到一个纪念甘为林牧师伫。家己的白水溪受难的一个碑，你今仔日要看到。甘为林宣教师对台湾一个足大足大宣教影响，就是伊开始偏恶的宣教。伊甲高俊明牧师阿公高中，对今日东石出发去甲偏恶底下宣教。宣教师有一个足好的特质，就是讲，我到什么所在就真做什么所在的人。遐人无食白米，我就无食白米。遐人简单吃番薯签，我就吃番薯签。遐人番薯签吃了吃仓库的臭签，迄臭签对咱即马讲有黄曲毒素，伊照食遐番薯签。甘为林牧师吃遐臭签一个月后破病倒落，英国长老教会紧紧甲送去有病的所在，紧甲治疗。咱通讲伊真正用生命伫宣告。甘为林牧师除了伫台湾有济济伊脚踏。大过卡日以外，我想伊一个真要紧对台湾影响，就是伊是第一个开始注意台湾特殊教育的人。他都有讲过，伊去白河的宣教，有一摆伊伫白河啊，伫遐咧问道理的时候，啊，拄着一个青面人，那青面人根本都拢无目睭啊，目睭是拢无看。伊就甲问，迄人叫做文王，文王，甘牧师甲问，你生来就青面是吧？伊讲唔是。阮遮一个大老毛叫胡志哥，啥物人伊来看袂解，叫伊下骹的迄落，遐手下，
甲起到涂骹，目睭硬甲挖出来。我感觉恁牧师听这个代志啊，心足艰苦的。你看像安尼偌济人，温暖个讲差百外人，咱的人无人咧关心遐青年人，还算命啦，还到拍车啊啦，还安尼做游民，无人咧关心因。总是甘美林牧师头一摆看到温暖，伊就开始基督徒迄款疼痛人的心，伊就真自然，互人感觉到。伊马上甲伊英国的一挂朋友联络，要安那帮助这些人，就将一挂碰字，发明碰字的白话字，还通过望碰字、白话字的碰字来认捌圣经、认捌现代知识。到日本人入来台湾，啊，迄个时阵负责教育的人啊，我那读特殊教育，啊，就伊藤秀二，真侪人知影伊。啊，伊藤秀二，伊甲伊藤秀二参详。您会当接这个特殊教育，这个混高等这个什么学校无？因为伊咧收证书，正好吼，若要高等，用国家开力对比用教会开力会较强。啊，伊藤秀二想想讲袂歹，这若做咧对因日本的名声嘛真好，所以就直将这间什么学校接起来。啊，这间学校后来因为日本人接起，所以国民政府来是变做省立的学校，就是省立启聪学校，台南的省立启聪学校。啊，今仔日变做台南大学的启聪校区。甘美林牧师嘛有真侪著作啦吼，比如讲伊《甘字典》《甘字典》，啊，这本《甘字典》就《厦门音新字典》，啊，这本册到今仔日，真侪人要通过伊滴个网站，足侪人囡仔好名，也是咧啊认捌一挂啊台湾字的时阵，拢也过会通过《甘字典》啊来滴个网站。甘美林牧师最后一项，我要甲大家分享，就是讲，伊真甘，对台湾人足甘的。伊安尼，我咧看伊伫埔子、伫漳基啊、伫台南、新楼这边，开始的是伊拢奉献足大笔的钱。我举埔子教会来讲就好。埔子教会头一摆要起礼拜堂，埔子教会即摆你看到礼拜堂已经第三摆、第四摆以后的建堂啊，头一摆建堂。一年的租金是五块的时阵，甘美林牧师伫埔子教会要建堂是奉献五十块。咱唔知以后一年租金五块，奉献五十块，这款的代志做过伫几啊间教会啊奉献过，咱唔知。但是咱知影上述，伫甘牧师伫台湾四十六年了后，等于伫英国时，伊无厝通住，伊待伫英国睡厝。伊是一个真正学习耶稣基督，伫艰苦所在真侪艰苦人，愿耶稣基督的福音通过伊这个人，互众人来认识。伊是真忠、有疼心、嘛真拍拼的宣教士。咱回头看这个台湾历史中的记载，咱心爱充满欢喜。上帝找这个人，真侪咱的天使，伫历史中间做一个工。咱就感谢上帝，大家平安。